神官连接了魔法阵，寄望异次元的英雄们降临，可以阻止魔王的复活。玩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保卫亚利亚大陆的守护者哟。魔卡英雄 Online 不同于传统的线上角色扮演游戏，玩家在游戏中运用卡片将可以召唤佣兵卡魔与其共同战斗，并且透过搜集组合卡片展现个人独特的游戏风格。召唤佣兵卡魔并肩作战，玩家透过打怪、购买、玩家交易、战斗报酬、组合制造都可以获得卡片哦。战斗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佣兵卡魔卡片协助打倒强敌，超过1000种佣兵卡魔。在魔卡的世界中，佣兵卡魔的属性非常的多元化，玩家们可以不同的战略召唤特定属性的佣兵卡魔。技能卡片就是把和技能、药水、咒术相同的消耗物品变成卡片化的东西，攻击、防御、特殊能力等技能都经过快捷键来快速安置哦。不受现有的佣兵卡魔卡片限制，而是随机召唤出特别的卡魔哟。这就是所谓的 Joker 卡魔系统。卡片收集册，此功能可以了解目前伺服器玩家收集的状况及玩家自己的排名哟。当卡片数收集到一定的数量之后，可换取佣兵卡魔卡片等物品呢。多样精美时装，多样的时装外衣是不是每种都亮丽可爱呢？结合 MMORPG 与卡片游戏之大成的魔卡英雄，让深爱日系萌画风的玩家引颈期盼，终于将在台与各位玩家见面，请大家密切期待哦。魔卡英雄 Online